你不要睡，袖脚不能睡啊！不要睡，你坐好就行，不要睡。你睡的话脚，动。稍微有一点疼啊，甲状腺。还没开始呢，你坐好，坐好，别。好嘞。坐好啊。好。这里一个硬的东西，给你挑出来就好了。疼不疼？疼。啊，当然好了。不疼。啊。不能脏，脏了你用啊。